接下来我们舞台的表演将在两点钟正式开始。乡亲们带了小孩子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，感受得到金门确实是这个游玩的地方太少了。那未来公所会更加的一个在努力啊，来规划一些好的活动，让乡亲人多了解，也能让乡亲带小孩子出来多参与。有很多适合小朋友，因为我们金门就是小朋友娱乐的地方其实比较有限，可是每个礼拜都有蛮多像这样的活动，就可以带小朋友来走走，我觉得蛮好的。